可以操的。所以他說他會變得不一樣。
一個鐘頭巴士啊，交咗水費先。Thank you.
小孩的乘客在爱心专座就坐，下一站博通路口，需要下车的乘客提前按铃。请遵守乘车规定，是不搭车或投币，车辆起步，坐稳扶好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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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